也听到鸡叫声吗？那我们准备出发吧，闻鸡起舞，我们闻鸡起调，走。这边还有一只小青蛙，超小的可爱小青蛙，哇，跳着步，跳很高哎，是掉不见了。终于到了，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点，水太浅，可能没什么效果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尝试钓看看，那我们来钓看看吧。被我的吸钓竿。今天还是有这个游刺网，难怪钓不到鱼啊，那很麻烦呢、啊。哎，好吧，我把它带走吧。哦，这么长！天哪！这个扑下去，真的整个都不用钓鱼了，伤脑筋呢。中网鱼的风气还是没有解决，但是钓鱼人的噩梦，把它解决掉吧。我们把它拿去丢掉吧。好吧。刚刚走到下游，后来发现到渔网，想说作罢了吧，那个感觉起来就被网光了，来。就想办法走到草丛里面，哦，找到这条沙地的路，感觉还蛮好走的。这地方哈、哦，我感觉它很赞哎，那个你看前面的那个大山哈、哦，然后一路上虫鸣鸟叫，哦，虽然是走得有点远，但是溪
钓的人就这样子，他要边走边钓，尤其是我们这种钓苦花的，其实对我们来说算是小 case， 那还蛮好玩的。那我就再找看有没有别的点比较容易钓到鱼的，那我们再去钓看看吧。哦，不小不小，不小不小不小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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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苦花，哦，天啊，好大！只大概二十七八吧，还没到尺花。哦，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了，这终于是大苦花。
好，跟住跟住。新邮票，哦，果然厉害，厉害厉害。